欢迎回来到我们频道。OK， 那么相信各位看到这里呢，应该知道今天的影片呢，想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就是护工业这次最新发布的他们的旗舰爆款啊，叫做 ZO 啊，是第二代的产品。第一代呢是护工业三年前成立品牌之初，可以说是最早的一个作品，就是 ZO 第一代了。但是今天我们的重点不放在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对比啊，着重还是讲第二代，因为这三年期间呢，整个行业的技术标准都已经提高了不少，所有的规格都已经进步很多，所以是没有太多的可比性，可以说是除了名字之外，继承下来之后，就是一些制作标准和工艺什么都完全不一样，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产品。就这次一共发布了两个颜色，我先来看一下，这是全黑的，也就是常规版的配色，然后这边挂的这个就是 K 版的配色了。那么这两款颜色，常规版的全黑和 K 版的这个王蛇配色呢，你会更倾向于选择哪一个？你可以投个票看看，常规版投个一，然后王蛇投个二看一下。K 版是用了之前包括 SO03 前罩熊包，还有蝎虎座那一款摄影双肩包都会有用到的这款叫寂辉的配色。这一个面料呢是 XPAD 的 VX03， 就是这一个颜色。功能什么的呢，这两个包是一样的，只是颜色上有区别。然后再一个区别就是扣件就是 K 版换成了Austin Alpin 这个公司的蛇扣啊，蛇扣相信大家现在都已经不陌生了，但是在蛮多年前呢，如果想订蛇扣还比较难的一件事情。这一次这样的一个配备和规格呢，也算是圆了护工业最早以来的一个小愿望、小梦想。这是初代的吧，晚一点再讲它。这次的影片其实我主要就以这个常规版的配色来去做示范和介绍就好了。不是说 K 版不好， K 版很好，但是它的数量太过于少，相信现在看到影片的各位可能没有太大的机会入手了，也是有点遗憾。不过这个也没有办法，因为也不能说护工业他们有饥饿营销，并不是这样的。据我的了解呢，是2020年的疫情比较严重嘛，很多这些面料包括扣件呢，供应商都还是在国外制作的，所以这个鬼迹回的配色相信大家很熟悉了。这是前几款包款用到现在之后还所剩无几的一些面料，就只能做这么多套，因为订不到新。第一批公司在美国呢，是因为疫情蛮长一段时间没有去制作，就算你现在下订单呢，也不会马上就能给到你。包括这个蛇扣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现在只有这么多，所以就做了这么多套，大概是40来套吧。 K 版呢，它是以套装出售的，不像常规版它是单包出售。套装就是除了包体之外呢，还附赠两个模拟挂板，就是看到这个挂板，然后还有里面这一个 AB 面的挂板，等会我们再来介绍。然后包括垫肩和辅助的三点带，所有的东西都配齐，这样一整个大套装是 K 版的标配。然后他们还有一个护肤工业的平面设计的手册，我现在是没有拿到手了。所以说你们看预售价格好像差得很夸张，他们两个有差1000块，但其实配上这些小配件之后，你再算一算这个蛇扣到底要多少价格，这个尺寸的蛇扣熟悉的玩家其实应该知道市场价也不会便宜啊，我觉得没有太多溢价的成分。K 版还是很漂亮、很划算的。我这个也是样板，不是最终试售的量产版，所以呢，有一些细节方面跟你们可能最终拿到手的效果不一样。有幸拿到手的话，可能会有点小差别，所以我就以常规版这一个来做一个示范和介绍，应该会更加准确一点吧。这个就放在这里做展示就好了。OK， 那么闲话说完了，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款包的一些基本的规格。首先就是尺寸方面，正面开这款包呢，它是一个倒梯形的形状。顶面的这个长度呢是47公分，底边长是42，它还有一个厚度，侧面看是这样子的，它是下宽上窄，下面呢是14，然后整体的包高度呢是28公分。那么常规版的，也就是全黑的这个配色呢，基本上通体都采用 XPAD VX21的面料，也是算祖传面料了。并且这一款呢，像之前的我介绍过的那一款镀压的小包一样，包括整体的造型也是比较像家族化的设计了，是蛮像的。所以它一样是它里面做了这种副胶尼龙，在镀压是第一次出现，然后他们把这个技术呢现在也放到了旗舰级的这个包款上。这个背面包括里面的一些暗格的衬里全都是这种副胶尼龙，让面料有更好的耐用性，并且整个硬挺度也非常的高，非常好。但 K 版这款就是没有，打开看里面就是正常的这个 XPAD 面料。那所以呢有人会说蛇扣重量会不会很重啊，加了三个蛇扣，比起这个 Fitlock 的 V-Buckle 来讲，其实算上减去的副胶尼龙的面积来讲差不太多。他们两个拿在手里呢，你不会感觉到重量上有多大的差别，这一点可以忽略不计了，完全不用担心蛇扣会给你造成额外的负担。除了正面的话，背带呢也是用蛇扣替换的这一个 Fitlock 的 Slider， 在常规版呢就是这种磁吸的扣，
我个人感觉这几天使用下来，常规版的实用性会更加的高，因为磁扣它可以单手就可以把它打开并且吸回去。蛇扣的话，如果你单手打开呢，就比较难单手把它归位，尤其是你的包装多东西之后。当然这只是一点小小的使用上的不方便，所以有顾虑这点的朋友呢，其实我还是蛮推荐常规版的。毕竟这一个对我来讲呢是美观性大过实用性，但是它确实好看。我上身效果和具体的搭配风格呢，我先放到后面。先讲回这款包本身呢，一些设计点有什么改进。那么相比起第一代的 ZO， 就是3年前的版本啊，他们其实差别还是不小了。首先正面的包体可以说是五福工业这几年比较特有的家族化设计。就像我刚刚介绍的渡鸦，包括在之前的这个前造的熊包，它跟这一款其实可以说是就是一家人。他们开始趋向于家族化设计，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就像现在的那些汽车品牌一样啊，我觉得也蛮好的。这个会有一个品牌标志所在，有一个视觉辨识度，那并且这样设计的好处就是制作上会得到一些比较好的可以说缓解吧，就工厂不会每次你出一个新款都要去重新适配你的流水线。有一些家族化的设计的话，很多通用的语言可以直接套用，制作起来会方便很多，工厂也不会花太多时间去较劲。那么外形是这样子，非常简洁，正面是这样。这个位置呢做了一个分层的开口，里面有一个魔术贴的毛面，这个毛面呢就是用来粘贴这一个挂板。这个挂板呢它是可以撕下来的，然后侧面会有这一种魔术贴的钩啊，四个点都有，上下左右。反正拆下之后呢就这样子，它就不再是用中间去做一个固定了，而是四周用魔术贴。我觉得这个是方便了很多，不像之前蝎虎做的那一个莫里兹带的，我觉得它就算你用四个角把扣子固定好，它还是会滑的，滑来滑去的。这样子我觉得更好更方便，那并且想挂什么样的包都可以。我这里是挂了一个小的折叠包，这个是一种轻量化的挂法。如果是重装的玩法呢，你可以挂两个他们新出的那个高丝的副包，就是这一个啦。不过我现在是拿它当一个小包在背。这个包呢也是随着这一次主题一起出来的一个副包，但是我们等会再讲啊，先讲回这个主包。打开之后呢就是这样子，先把这个挂板取下来。另外一块挂板就是这样子的，它是一个 AB 面的设计，分区收纳的这一面呢叫做 A 面，全部都是 Moly 激光切割的这一面呢叫做 B 面。现在的 Moly 基本上全都是 Scratcher 的这个激光切割的面料做得特别好，就不会太是以前的织带那么多层。然后这个 Scratcher 的面料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毛面还有后面这个射出钩结合到一起，激光切割切得比较准，然后用起来比较方便。这个 AB 面的设计思路就是这样的，正面是一个透明的小袋子，里面有一些我自己 ADC 的东西，除了可以贴它这一个Install Link 模块系统的一些小物品之外呢，它这里面还有两个小格，两个小格可以放一些小物品。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个纸插袋，就还蛮方便的，我觉得是够用了。然后另一面 Moly 就当然是用来给你挂副包的，所以挂什么副包这个就随大家喜欢了。我个人的使用习惯，我会偏向于使用收纳这一面，然后我觉得整个包的风格就非常有秩序感的，这是表面。然后打开面板拿下来看一下打开之后的正面，正面首先是这样子的，我们先不说主舱里面，正面是这样子，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有两个分区，这两个分区呢是有两个纸插袋，就这样直接塞进去。我这里还有钱包，两个纸插袋。然后侧面这里打开呢还有两个隐藏的口袋，这是比较薄的，可以用来放一些卡片啊，或者是什么小纸片、收据啊、票啊之类的都可以。然后这个小盖子呢就是用来固定刚刚那个面板，然后没有装面板的时候这个就是侧面口袋的盖板。然后呢上下各有一个拉链，拉链也是用了防水牙胶设计，拉链拉开里面是一个穿透式的分仓，这样叫吧，对。然后分仓的内部呢就是有一面全毛面的，里面这面全毛面，你也可以贴这一个 installing 的内模块。然后它为什么要做成穿透式，就是用来穿这个 AB 面的挂板啊。你可以在我画面上看到怎么演示，就是 A 面这一面呢中间它是有折叠 AB 面的这一块，折叠的部分呢就是兜在上面或者下面这一个分仓的开口处，然后两边的拉链拉开之后呢你可以随便的往上拽或者往下扯，去达到 A 面换 B 面、 B 面换 A 面的这样一个效果。里面呢在内侧也是有一条的 Moly 织带用来给你的挂板在里面做固定，所以呢其实整个的挂板固定的思路我觉得他们这一次做得非常好，简单易用然后又稳固，它不会晃，特别好用。这次的设计我是很喜欢。这个拉链的分仓呢如果在你没有挂板的时候就这样用，其实我觉得也是很方便，你偏向收纳整理的这方面的喜好去使用，但是你没有买这个收纳的挂板
也没有问题。它正常这样用呢，我觉得收纳壳已经足够了，正面有四个。然后它上面这个拉链，因为你没有刮刮板嘛，所以你可以把底下的拉链给它封住，这样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分隔了。然后里面也都是毛面，你可以贴任何你想去扩展的内模块系统。这就是表面的一些分隔。那我们来说一下主舱，这次主舱的设计跟第一代一样，它是没有做一个大拉链的闭合，就是打开之后呢，你就立马可以见到所有的里面内部结构。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这个防水蕊的角度有了很大的区别，在这个位置，这个防水蕊的材片做了一个切角，然后整体的弧度也做了改变，所以它整个盖子盖上来之后呢，好看很多，不需要怎么去打理去扯它这个防水蕊，然后它的效果非常好。一代这个就很明显，它是多了一大块软趴趴的，就不太好去整理它这个形状。盖上去之后呢，也是整个包就是会扁的，并且它这个包第一代的时候设计它是偏方形，毕竟是第一款作品嘛，可能比较稚嫩一点。那这一款呢，我觉得它整个包括从支撑性也好，包括一些缝线的内藏都好了，就不再是像初代那种疤痕式外露了，就基本上能内藏全部内藏。然后包括这个背带肩带的这个固定位置呢，小小的一个切角的角度也发生了转变，啊，整体的细节感都非常多。但是整个包背上身之后呢，效果非常好。这一点的改进让它整个使用体验，优化了不少。背面是这样子，然后这里有一个三角的补墙，然后整体的包呢，中间这一块还有一个梯形的大的材片去做一个补墙，所以整个包的挺拔度是非常好的。侧面它是一个三角形的结构，然后底面呢这一个边它是连通了这个扣具的支带，这个收缩带呢可以把它收紧，所以你之后你这个包就会变薄一点，然后它会更加贴身。那这个收缩带你也可以在下面绑一些，比如说三脚架、雨伞或者是外套，直接穿过去都可以，它可以起到一个收纳物品的作用。后面的这一个拉链格，它是做了防水压胶处理，然后打开之后呢，它就是一个电脑槽。这个电脑槽非常大，它可以放到我自己那一台15寸的 MacBook Pro， 其实现在的16寸新出的 MacBook Pro 也可以放进去，但是你不要装太厚的保护壳，这会有一点难拉上拉链，不是说放不下，就是比较难拉而已。比较建议你把电脑、笔记本放到这个里面，有一个差不多一样大的拉链格，但是这个拉链格呢，它就只有背后的一层缓冲层，中间的这一层呢，拉链它就是一个薄薄的拉链而已，不太建议你把电脑放进这一层。但我日常呢，我还是会把电脑放在后面这一层，因为它内外上下左右都有这个缓冲去做一个保护，然后你的电脑呢会比较安全。好在它还是都防水的拉链，电脑还是最好放在外面。里面的分隔呢，这一次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对我来讲非常好，因为我会装相机，那所以呢，它的设计是这样子的，就是打开之后呢，有三个直插带，直插带是在拉链口袋开口这一层的，三个直插带之外呢，一个大主插，然后三个直插带中每个直插带中间都会有一个毛面的魔术贴面板，看到吗？这毛面魔术贴是用来贴背面这边的这一个隔板，它内置了器材隔板，不管你放什么，你放镜头、放单反、放无人机、放各种器材都可以。它的隔板是缝合在整个面板上面的，然后也是全毛面的，你可以贴任何的内模块系统。中间这一块是不能动，但是它依然是块硬质的隔板。两边的隔板呢，质量很好，厚实。如果你们有买过之前那一款双肩包，谢武做双肩包的话，它不是配了一个内胆包吗？这一次的隔板比你们那个还要硬一点，然后它还做了 X 的缝线补墙，就非常非常可靠。它是平时你不用的时候就直接贴在这个面板上面贴住，然后你要用的时候就把它扯下来，贴在对面的这一个分隔中间，这样它就变成了有隔断的一个相机包。两段隔断全部贴好之后呢，它就可以分了三个大的格子，你就可以放一机两镜了。我日常的使用呢，大概也是这样子。日常自己的使用角度是这个角度的话，右边的这一边呢，它有一个快取拉链开口，这开口也是压胶防水的拉链，并且它是同心直锁，拉链头就比较安全一点，没那么容易拉开。你拉开它之后呢，是可以直通内侧，这边可以做一个快取。那么在里面的这一侧呢，这边就没有拉链开口了，取而代之的是两行的莫里兹带，这里可以串一个小腹包，然后里面有一个放水壶或者放雨伞的这个弹力开口的直插带。在 1.0 的版本，第一代的里面呢，主舱它是做了两个水壶带在这里，两侧各有一个，我是觉得有一个就够了。现在这个配备我是蛮满意的啊，我自己日常使用下来非常方便。然后包括这三个小的直插带呢，里面可以放一些很多零碎的物品。然后如果你还嫌不够的话，里面的这个毛面呢，你就贴任何你想贴的内模块扩展就好了。我工业花了很多心思，让用家尽可能的花少时间去打理包的造型，让你随时随刻背起来就非常帅的效果。我是觉得把
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花在这个事情上面，是有点钻牛角尖，但确实是胡服工业这个品牌的态度，大家可以看得到，这样做出非常好的效果。那它整个裁片的效果这样做出来之后呢，整个包型都更加的锋利并且立体。多提一嘴的位置就是上面这一条顶盖的位置呢，其实你是可以隔着这个布料，隔着面料摸到它里面有一个硬质的板。多亏这块板呢，它可以把整个包的包盖保持得非常好，整个硬品的效果它不会是软趴趴。因为像是初代的话，这上面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是软的，它是外缝的这个结构面料上面。那装重物多呢，它中间位置凹下去，然后整个包这样就特别的丑，并且也不耐用。所以说这个位置做了内藏式的这个缝线把手，然后整体有一个硬质的板去做一个支撑，整个包就算这样拎着，它的效果是非常好，非常平直，就像一个文件手提箱的感觉啊。做了那么多功夫，就让这个包不管是满载或者说是空包的情况下，都会有一个不错的视觉效果。那也是因此呢，虽然说第二代贼欧的尺寸比起第一代贼欧来讲会稍微有一点点大，但视觉上看起来它会更加显瘦。那包括这一次他们设计的这个垫肩和这个三点式的这个辅助带，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用的一个设计点。毕竟这款包名字还是叫信使包，或者说通俗点讲叫邮差包嘛。那我们之前背的邮差包最多使用场景是什么？就是骑行的状态啊，不管是骑单车或者是机车、电动车，反正只要是骑行状态下用到的邮差包应该是需要三点辅助的。玩死飞的时候呢，我背的也是邮差包，但是当时的三点辅助比较的少，就是在胸口横着拉一条辅助带，然后一直连到这个斜背包的底下，我觉得是比较傻一点点，但是有好过没啊，因为那时候也不太知道那么多。虽然现在没有玩死飞了，不过骑行的状态呢，我稍后会用其他的片段再给你们示范一下。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垫肩和辅助带，它是支持你去单独购买的，虽然说你买这整个包呢，它是会配备给你了。这个辅助带如果你想升级给你自己之前的一些产品，比方说是夜叉、拉斐尔非常经典的这两个包款，他们都可以支持这个辅助带和垫肩去装在上面使用，你可以给你的老包做一个升级。只要你的包的背带是这种38毫米宽的这个织带的背带，这个尺寸呢都是可以用得上。我就不在这里做拆装了，会有一个拆装画面给大家看，可以有效的卸压，并且它的结构呢是做了一个适应肩膀的设计，就你可以看到它中间呢是有一段比较薄的部分，前后两侧是各加了一个魔术贴的固定位置，然后中间就留给这一个日字扣了，前端就直接延伸到这个磁扣滑扣的位置。那么随之而来的附件哈，除了我刚刚说的几个挂板呢，还有这两个金属的湿气章，这是胡工业第一次用锌合金板来去做这个金属湿气章，这个是既主题装加，然后这是包款贼欧包款的一个主题，我觉得还蛮酷蛮帅的。然后背后当然也都是激光切割的这一个勾边了，贴上来的质感非常好，因为它是有这个高低不平的这一个表面纹路，所以它背上去之后，在不同光线角度下呢，会有些许的立体感，效果也非常好看的。然后包括整个包的这个快条结构呢也是非常好，这也可以直接拉出来，然后拉底下这边呢就收紧。辅助带的扣件呢就不是 Fitlock 的磁扣了，它是多耐福的这一个滑扣，它没有磁力的哈，所以这一点要注意。如果你在骑行状态下想要单手操作呢，会稍微有点麻烦，建议你扣好之后再出发，会比较的安全一点。这是我这一天使用下来的一个习惯。那还有一个就是高斯副包了，这个副包呢是我这一季还算是蛮喜欢的一个款啊，当然他们也只出了一款副包，就这一个了。首先你可以看到它表面呢是这一个透明的 XPAC 面料，这款面料的型号我们已经说应该叫做 BXB05 啊，它是算是蛮特别的 XPAC， 因为它是全透明的。然后正面呢毛面可以贴湿气章，全部的拉链都是防水夹胶的，这里拉开就直接可以摊进来。然后两个侧面呢，一边是毛面可以用来贴东西，另外一边是墨鱼织带，你甚至还可以穿过一个小的副包在副包上，然后拉开这一个大的前仓，它是一个支持180度开口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这边呢你可以贴你的内模块系统，然后这里呢是两个插槽，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内里的也全都是这种副胶尼龙，质量非常好，然后整体的质感非常棒。然后后面的这一个拉链拉开就是主仓了，里面当然也还是这种副胶尼龙哈。然后它这一个分隔是两层，里面的这一层是大的分隔，就可以装一些大的物品了。然后分隔外面的这一层呢是两个小的分隔，可以说是一大一小，因为它不是等分的。 OK， 然后反过来这一面呢是一个网格的拉链，所以整个收纳的效果还是很好的，很有秩序。整个包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用料什么的也全都是 XPAC。 然后背面呢是3行×5行的这个魔力织带，是完全足够你去穿在任何主包上面的。在演示画面搭配的演示画面上呢，会用到高斯副包装在这一个正面的激光切割毛里面板上去做两个
我会觉得这样子的搭配会显得更加的重装，更加的可以说是中二一点，军事一点。嗯，但我平时不会这样子啊，我只是说为了呈现这个风格的效果特意去这样做，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是最符合最好表现出这款包的一个状态的。那另外还有我自己比较日常会去穿的一个风格，就是再轻机能一点，低调一点，日常一点，或者说叫灰人一点吧，就是城市灰人和军事化的这一个话题了。正好我在前一阵子呢也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影片，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就不展开来讲了，因为这一个展开来讲可能又要花一期影片了。简单来讲，反正就是降低自己的辨识度吧，让自己融入人群，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单这个挂板呢，你除了挂这种包之外，你甚至可以挂这个龙葵的补给包，它会提供一个更加好的收纳效果。我就不真的挂上去了，你就大概展示一下给你们看。每个人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日常的使用都不尽相同了，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大家看自己的喜好去配备就好了。OK， 那么包本身这个包体呢，大概的一些情况就是这样子了。我讲完这个呢，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两款不同颜色的包，上身的效果，或者说是他们倾向于偏向的风格怎么样？提到全黑的这个包款的搭配呢，就要提到他们这一次随着包之外，还发布了一件单品，就是这件卫衣啊。这是一件连帽的非常重磅的卫衣，具体的上身效果啊，还有搭配的照片，我到时候会贴在这里，随后会发在社交媒体上。蛮多细节的这款衣服，首先就是帽子侧面的这个刺绣啊，它其实还是 Foxbat 的英文 logo， 不过它换了一种写法，看起来好像是日文的片甲的感觉。正面呢就是一个 logo， 没有太多特别，当然也是刺绣的了。然后背面整个背面都是图案，这边有一些俄文。懂俄文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到底什么意思啊。正面呢就是一个庄家，就这一季的主题，这个是印花的了。然后下摆呢还做了开叉的处理，开叉它是前短后长，就方便你做叠穿。然后包括它前领也是呢做了一个小高领，它不是一个大开口，就在堆叠的时候呢领口会有一个比较好看的形状。对，那大概就是这件卫衣了。袖口呢是做了一个忍者袖的袖套设计，我觉得还是蛮好，多加了一块贴布做步枪。那么我里面搭配的这件卫衣呢，外面穿的是 HG 的那件长款的三合衣，但其实拍摄当天呢稍微有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热，所以我是没有全程都穿着，中间有一段时间是把它脱下来背着。我是把它的帽子拆下来，卫衣本身就有帽子了嘛，所以我觉得那件衣服长款衣服它当做一件无领的外套就好了，还蛮好看的，就这样子。然后裤子呢是 Nosca 的，应该是20年春夏的那个工装裤啊，我个人是超喜欢那条裤子，我日常也是经常穿，因为它真的是口袋又实用，然后版型剪裁又好，穿上身呢又轻质又舒服，就是非常非常喜欢。我两个颜色都有，一个是全黑，还有一个是有点 Acronym 的那个 Ref Green 的那个颜色，但是它是更偏棕色一点点。我之前有上身过，那么鞋子呢是 Nike ACG 的 Mountain Fly， 还是蛮好穿的。这种鞋不管是户外穿或者是在城市穿都还蛮舒服的，但是长时间穿的话会有一点疲惫，因为 React 底它做的太厚了。虽然它里面有碳板，但它还是厚，它弹性非常好，所以会卸掉你走路的力啊。当然不同人的走路习惯不一样，还是依据个人的使用情况而定。我觉得短时间穿我是愿意的，但是如果长时间一整天穿下来的话，可能确实会有点辛苦。那么这是这样的一个搭配了。那我会搭全黑的这个包款呢，然后把这个两个高斯包都装在这个外挂的某里面板上面，然后就可以有一个比较重装的效果。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把这两个包都装在包盖底下那个面板上，也是可以的，效果就比较的低调一点点，内敛一点，没有那么的锋芒外露。当然这是表现手法不一样。那么上身效果呢，大家可以看到包括包型的大小啊，然后我的身高体重可能也熟悉了啊，我再讲一遍吧，我大概是174公分，然后60多公斤吧，60公斤好了，反正大概我上身就这个效果，我觉得不会显得这款包大。那确实攻击性看起来是有很战术很重装啊，所以我个人平时不会真的把包搭成这个样子，只是为了迎合这一个风格效果去做一个展示。喜欢这类风格的朋友呢，可以去再搭一下其他的副包去做一个扩展。那么这就是黑色这一款的上身情况的这个效果。撇去为了表现风格去搭配，我只是想说日常使用作为工具包来用的话呢，我个人推荐如果你买到常规版这款呢，我就是干干净净的什么都不挂就最好了。如果要挂的话呢，我会在里面挂那个可拓展的这个内挂的收纳板，我是觉得这个会更加实用一点，更加符合我自己的日常使用习惯啊。然后这款包呢这样子就真的比较低调了，也比较适合说城市灰人的这样一个定位，它比较没有辨识度，上身效果是这样子，不知道你们会给多少分呢？哦，对了，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包带的肩带呢，它是可以支持你的左右肩互换的，就是它这个扣子呢，其实如果你是左撇子的话，你可以把它反过来，这两个扣子你把直带拆下来左右对调就行了，很简单的。底下装这个辅助带的这个小的挂环呢，也是左右都有的啊，所以它非常贴心，就是左右手惯用手不同的人呢都可以用得到，使用的非常好，非常顺手啊。除了一点就是这个快开口，快开口它是固定死在这个包体的正面的左边，就是没有办法改了，这个迎合大多数惯用手是右手的。那另外一个就是 K 版的这个配色的一些
我个人的上身效果，会倾向于选择这一款，作为我日常出门穿的这样一个搭配了。那我会这样选，其实也是因为我自己黑色包确实足够多了，我可能会想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选择吧。再加上最近呢入的一些衣服的单品呢，确实颜色也比较丰富，所以说可以不用搭一个太过于黑漆漆的一个包，就什么颜色都没有，全黑。我会选择这样的一款包，然后包括蛇扣的配备也是 Alex 他们在用了这个蛇扣作为他们的主打设计之后，蛇扣这个单品我觉得也是变得越来越疯狂。那所以说这款包可能会给那些穿搭需求的高阶玩家去选择吧。正常说如果拿它这款包当做工具包呢，我还是会倾向于选全黑这一款了。搭配 K 版的这个配色呢，我身上穿的就是这一件 Valence。 对，那么说到 Valence 各位应该已经不陌生了，它是始祖鸟的商务线或者说叫高端线，具体我就不介绍了。其实蛮多人讲这个东西的，为什么最近爱买这个，其实确实也是体会到了这种单品的易用性耐用性之前出几趟差旅的时候呢，我自己之前那件黑色 demo shirt 就直接把它卷成这么小一卷塞进行李箱里面，又不占地方，然后出席什么场合也比较合适，拿出来的话也不用怎么去打理它，自然而然你穿一穿它就没什么褶皱了，非常好。然后它也是防风防水设计，并且它超级轻薄。这件衣服因为我之前已经讲过，我就不重复了。如果没看过的话呢，可以看一下我之前618的那期影片，我有详细的介绍这件单品。如果大家对这些感兴趣的话，有入手的倾向呢，你可以去看一下 Anonymous 他们，他们家卖这个 Valence 系列的这些单品呢，我觉得价格还算是比较的公道的，比起国内官方售价来说，官方售价太迷惑了。我们看一下这件外套，这件外套呢，它是叫做Agencom Jacket， 始祖鸟的衣服或者说是 Valence 的衣服，包括 Acronym HG 这些比较在剪裁上花心思去做玩味的这种品牌呢，我都会倾向于说把它内外反过来看，这样才能看出它一些设计的端倪，包括其实Noscasm 也是这样子的。对，这是我为什么之前会把 Noscasm 跟 Acronym 放在一起讲。外套这边呢就不像衬衫比较薄，它是有复合面料的，所以它是整个内藏式的缝线，然后包括里面它直接做了压胶，把它扯出来看一下，可以看到这灰色部分呢，它就是 Grodis Infinium 的这个材质了，粉色部分就不是了，就只是一个普通的防水破的弹性面料。还有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这个帽子的这个弹力抽绳拉口在这里，然后它抽绳的回弹的暗扣呢藏在帽子里面这个位置，放大一点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暗扣藏在布料里面，穿身里面看一下，比较上身效果还是很好看。哦，对，之前我那件黑色 demo shirt 呢是 S 码的，然后这一次的这件绿色还有这件梅紫色的外套都是 M 码。我觉得这件外套呢，它的版型比较偏向是那件 Aris jacket，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会贴个图片在这里，算是比较硬核一点的硬壳外套，它是 Grodis Pro 的面料，然后这件就是白标 Infinium 的面料，上身效果大概就这样子，还是蛮帅的，好看的。但为了自己的风格，就是极简风。拉链也没有这种上下双开口，我是觉得可以有啊，但是他们一直就没做。然后这件拉链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跟我另外一件夹克的拉链是反过来，它是这种拉链头在右边，跟 SG 和 Acronym 是一样的。拉上之后就是这样子了，就很低调，也没有什么 logo， 但是非常有心思的设计的这样一个单品了。包括帽子这里面呢，也是有一个防刮蹭的面料，非常的亲肤，会碰到你的皮肤的位置呢，都做了特殊的处理，就给到你一种无微不至照顾你的感觉。反正就是把钱花在你不能一眼看到的地方，这就是一个算是比较昂贵的单品，都会有一点这种设计形象，大概是 Valence 的这几件单品上身效果是这样子了，不知道你们会给多少分呢？我个人觉得这钱花还是蛮值得的，我还是蛮倾向会去选择这类单品，包括以后呢也会持续的去，如果有喜欢的话，我也是会考虑一下的。但是当然还是要看价格了，不会说无脑冲了。那么裤子呢是来自康总康康的侵蚀装备，它是一件羊毛西裤，但是它侧面做了一个全开口的拉链，它是真的拉链，就是你拉开之后就露大腿了，所以我没有全部拉开，在裤脚拉开一点点，我觉得这样的效果还蛮好看的，它稍微带一点点暗黑高阶的感觉，我觉得跟整体的日常搭配蛮合适的，就是城市来讲，都市中穿呢，穿这条裤子会有一个有点痞的正装感，不知道这样形容能 get 到，就是我想表达那种感觉。包括身上这件衣服也是J68 也是不是那么正式，或者说传统的那件机车夹克，大家整个看上去效果呢还是正统的来又有点另类，我就姑且这样形容吧。那么鞋子呢是 Salomon 的最新的那款 XT6 的配色，好像是叫流星吧，我不太确定它的中文名到底叫什么了，反正就是最新的那个配色，它是荧光绿和非常亮的蓝色去做一个底边的拼色，我觉得还蛮好看。之前我在 SneakerCon 拿到了，我有简单分享一下，我就不详细讲了，反正大概上身效果你们看图片吧。
就是这样子的效果，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并且也是蛮符合我个人日常会去每天出门比较倾向的这种搭配的选择吧。就是如果你在街上看到我呢，我大概率会是这一个 K 版配色的这一身造型，而不是常规版配色的那个造型，我自己感觉会比较自然，比较舒服。对了，那天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当天不是拍完了吗？拍完之后我就去旁边商场了，去里面找东西吃。我就是穿着这样的一身哦，然后我走进始祖鸟的门店里面去，店员当我是空气。很有意思，那个 sales 就是还在跟一个中年大叔 sell 东西的时候，我故意在他面前走了几圈了。包括我身上穿的衣服呢，其实他们架上也有摆哦，不是说他不认得我的单品，我觉得不会是这样。同款也是在架上，当然颜色不一样，是后面出的那个灰蓝色。他是觉得是不是30岁以下的人就买不起灰蓝色，完全不是目标客户嘛。但是很有意思这个现象，不止一次了，之前也试过穿着 Vans 进去 Vans 的店铺，就是没什么反应的，很有意思。你们有机会可以试试看，然后是什么反应的话，欢迎告诉我。那么这是这两款包的搭配部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不知道你们喜欢哪个搭配呢？你们可以每个搭配打一个分，看一下弹幕或者评论分享一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去选择这两款配色的包款，去怎么样搭配它呢？我也想多听听看你们的想法怎样。那接下来呢，就大概跟大家示范一下做一款邮差包，一款信使包，它的骑行效果是怎么样的。但是要先跟大家说明一点点，我老了，没有玩死飞很久了。身边也没有玩死飞的朋友了，现在，所以我是借不到好看的颜值高的死飞给你们去做展示了，所以就借了台机车，简单给大家看一看它的骑行效果怎么样的。然后包括在骑行过程中呢，其实我也有一些体会，说怎么样去使用会更加方便一点点。我们就看一下吧。那么骑行状态下呢，我会比较倾向于把这个三点扣的辅助带给它扣上，然后把这个小腹包放在背带前面的位置，我会觉得拿取东西会更加方便。可以看到在这一款包上呢，我是把它放在侧面了，因为我刚拿到手的时候，我看侧面空空的，我就把腹包加在这里了，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当我在骑行的场景使用到这款包呢，我发现确实这款包在前面有个小口袋会更加好一点，我都忘了。对啊，以前的邮差包会在这个位置都装一个小口袋，以前手机都放在这里听歌，就是一边骑车一边听歌。然后像我刚刚说的它的肩带是可以只是左右互换的，所以你骑行的时候，不管你是左手惯用还是右手惯用，它都可以完美的适配你的习惯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正常如果是机车摩托车的这种骑行呢，它应该是不会选择到这么大尺寸的包了，因为它会风阻系数太大了嘛，比较挡风。摩托车速度快，它有专门的骑行包，就是展示一下骑行效果给你看看。如果你在骑行状态下辅助带扣好，它其实重心，因为你骑行的状态它是前倾的嘛，它所有重心都在你的后背上，其实还是蛮稳蛮好用的这款包其他就没什么了，你就大家看一下它骑行效果，我觉得它上身呢还是蛮好看的。影片中使用到的这个头盔呢，根据几位车友的温馨提醒它的安全的保障有待商榷我在影片中做了不好的示范，在这里跟各位说一声抱歉，大家千万不要模仿我，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好吗？毕竟邮差包这种单品嘛，就是自从有了邮差这个职业，踩单车、邮递东西以来呢，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单品了。时代发展这么久呢，现在用一些最新的材料和一些符合当下时代的使用习惯去做这样的一款单品，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非常满意的。并且这也是我一直以来会去喜欢、会去倾向于选择的这样的一款单品。那所以呢，也是今天在这里推荐给各位，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喜欢这样的一款单品。那么从这样的一件单品呢，其实也可以看到胡服工业这个品牌呢，从最早的这一款非常稚嫩的 ZO， 非常粗糙，现在看来可以说是有点傻的可爱一些设计，到现在变得这么的实用、这么的精致、这么的严谨，整个品牌进步呢也是非常让人欣慰的，很庆幸自己当时选择没有做错，对，我就个人感觉非常开心，然后也是在这里把这么好的东西分享给各位。那么总的来说呢，这大概就是这期影片的所有内容了，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呢，希望给我一键三连，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记得点一下订阅了。那我是 Rock， 我们下次再见。